计是庙郎中，不怕洋鬼子怕老婆。我喜来乐就怕夫人呐、啊。干什么呢？啊！慈禧光绪全靠他。陪了太后老佛爷一辈子了，我还第一次见这样的怪事儿呢。草根传奇喜来乐，大清朝能不能再延续下去，就全看你喜来乐了啊！2月28日，中视八点档开春第一炮，神医喜来乐传奇。